咱合佛啦，听法啦，是毋是啊？听了后欢喜心也无，听法啦，咱若是无起着欢喜心，那就是表示呢，咱对这个佛法也无清楚，清楚啊，了解啊，应该是真欢喜，欢喜的态度，甲无欢喜的态度，咱是毋是看会出来呢？啊，某人，今仔日恁哪会遮欢喜啊？是啊，我足欢喜的，安怎欢喜呢？啊，我听到一句话，互我心开意解，所以啊，我真开心啊！开心就是表示道理通达啦，所以呢，我真欢喜。听的人是安尼。其实，要讲话的人也是同款。啊，我这场的演讲真欢喜，安怎欢喜啊？大家人拢听有啊，大家人真认真啊。哦，无人伫咧捣鼓啊，就表示呢，人人听得心开意解，所以演讲的人。也是真欢喜呀，同款啊，佛啊，来人间为一切事因缘来人间，这一切事因缘呐，就是要开示悟力，开示众生啊悟力呢，甲佛同等的。不行，但是众生根基呀，无法度互佛陀呀，会当通言本怀，所以每一回的说法，只是应众生的根基，所以毋是真通佛。关怀的事情，但是佛陀教法华回来这个事情，必定呢爱家己内心关怀呀，爱完全讲出来。当然佛陀啊，伊开始要讲《法华经》，就是抱着真欢喜。而且呢，还是要赶紧将佛法啦，这个真实法，爱赶紧讲出来，嘛是真欢喜呀、啊！时机嘛已经到了，所以佛陀成以无量义经讲了后，他不去译作。同款啊，坐伫迄个所在，发光现于变相伫经文的内底，就安尼讲，佛陀敢若安尼伫迄个所在放光啊，就会当吼两位菩萨啦、啊，伫迄个所在互相啊启发，佛陀在人间啊。伊要通言本怀的目的，这是经过了弥勒菩萨代替大家人来问文殊菩萨呢，他要来接落来回答。其实啊，大家人会感觉讲啊，敢若一个放光，敢有遐尼正多？哎呀，为何解释呢？实在讲，安怎解释都是解释袂完啦，只可以呢，意会啊，难得呢，
啊，用语言来表达吼，所以佛陀入定空宫啊，就是一大殊因缘。啊，有的人会感觉讲，啊，放宫是安怎放宫？其实呢，都是敢那大家人看到啊，佛陀今仔日哪会这么欢喜的形象？亲像咱若看到人。伊讲：“哎、你今仔日吼满面红光啊！哦，好亲像嘞，真光彩哦！咱也伫咧欢喜，人甲人诶中间嘛看会出啦，好红光，佛陀开始啊，要来完成伊这个一大因缘，迄种诶欢喜诶形象，当然啦、啊。”平常都是无同，所以这场会立定放光佛陀坐到迄个庄严上啊，这不是咱凡夫有法度通体会啦，唯有呢会当了解佛陀的本怀，才有法度呢来细说。放光的因缘，所以啊，文殊菩萨要来回答的呢，金剑如舌啊，即说往舌亦如金剑，意思就是讲，现在看到佛啊，安尼的形态，都想到古代迄个时阵，啊，古代呢？是啥物时阵呢？伫日月顶明佛的时代，同款啊，看到佛陀啊，开始呢，伊讲经了后，同款是立定，甲现在咱大家人看到释迦佛的形态，同款啊，生佛思想啊，时常如一，佛陀。甲众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事甲形象拢是共款啊。过去诸佛是安尼，现在的佛也是安尼。现在的佛伫咧放光啊，就是呢，开始要准备说大乘。咱都要知影，佛陀伫咧放光，莫非就是要引起了人人呢，拢会当听到呢？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所讲的一切世间，唔是干那凡夫的世间哦，也个兼具圣人的世间，世间就是。人的世界，各国都有不同的世界。那每一个人啊，有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。不只是每一个人心灵世界，各有啊，有咱凡夫的心灵世界，有圣人的心灵世界，圣人的心灵世界。那就是声闻，有声闻的心灵世界啊，音觉有音觉的心灵世界啊，菩萨有菩萨的世界，声闻、音觉、菩萨，拢是已经是入圣地的人，所以。
因都有不同的世界所认识的，其实唔只是干那凡夫的世界，也个有圣人的世界哦。这三圣圣人的世界。所以凡夫啊，当然是啊，无像你这样简单，会当相信圣人都难得相信呐、啊。何况讲凡夫，哪有法度通好相信呢？亲像讲声闻缘觉啊，因以为讲哦，什么代志，我既然呢？都已经体会啦，敢还阁有比这个法阁较奥妙吗？我还阁都爱阁向前，再阁再进求吗？这呢，就是小乘的人，那菩萨呢？菩萨同款呐，所讲的菩萨。就是心法义的菩萨，了解啦，佛陀讲说啦，要成佛爱行菩萨道，那我都爱唔知偌久偌久才会当呢到佛的境界。感是佛陀呢，现在啦，这个大法啦，这除了行菩萨道以外呢。也阁有虾米款的大法呢？所以伊嘛无法度呢，安尼都了解呀。所以讲，小乘的圣人，就以为伊已经呢证无生啦，已经解脱啦。所以伊敢需要阁另外呢一个大法啦，那。心法义的菩萨，以为呢，我都安尼伫咧行菩萨道，阿甘都阁有其他的菩提道呢？那这都是啊，比较也无法度去体会佛陀的本怀佛法啊。讲即时，那就是立地见性。这种的大乘的法，用佛心啊，走入人群，或者是呢，在人群中呢，要去体会佛心，这呢，就是啊，一个是一个机理呀。所以讲起来，佛陀说方便法啊，教菩萨法，迄、那个过程中呢，伊有三乘五乘吼，开这种三乘五乘的法，予人人呢听会当理解啊。三乘就是拄则讲过去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吼。声闻从声音听来，慢慢啊接受这种的习性，就是爱慢慢啊来，由声入性吼，应该的习性，就是爱来看啊，有影人生无常啊，天地之间啊，一切不管是人物啦、啊，那草木啊。顶顶随着四季轮转啊，不断行运啊，安尼伫咧过，这种的无常境界，这是缘觉的实相。
那菩萨呢？菩萨心发意的菩萨，伊愿意发大心入大愿呐，伊会当接受这个大心，这呢就是菩萨呢的根性吼。那另外呢是凡夫的根性渐高啊，慢慢啊来接受，那用声来听了解。或者是来观察啦，世间一切，安尼来体会；或者是呢，在人群中啊，愿意呢发大心入大愿，这拢在凡夫的境界，这三种的方法，因拢会当慢慢啊来接受。这呢是凡夫的习性哦，那各有。就是一种恶乱，内心无善的精致，他自甘堕落，自甘沉溺，在这个生死轮回，这呢就是第五种的习性。所以讲有五性、三性吼，这呢就是啊，佛陀啊过去，所以呢。开方便法门，就是为这五性的人，甚至呢，爱用三性法，讲给你听，给你了解，给你发大心。所以过去佛陀呢，就是以这个三性适应五性的根基，开方便门。啊，现在呢，就是。说大乘法，所以开始要说大乘法啦。那佛陀呢，他就是爱有这种的形象。经过了两位菩萨啦，互相旁通策略，这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境界呢？所以希望人人会当了解啊，唯有佛觉佛呢。有法度通去体会，唯有佛甲佛呢，同款的方法，要来教导众生。所以啊，前面所讲的呢，就是让大家人拢听会到啦。虽然呢，这是世间难信之法，不过还是大家人爱先接受，然后呢，恁慢慢体会。再来经文阁讲，诸善男子啊，如过去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无尽劫劫，逆时有佛何日月定明如来，应供正遍地明行足，善世世间界无上士，调御众夫。天人师佛世尊演说正法，大家人拢爱了解哦，人人都爱发这个大心，勇猛精进啊，就叫做善男子吼。那如过去啊，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，过去真长真久啊。无法度去细说吼，所以叫做无量无边、不可思议的无尽劫劫。迄当阵有佛名称，叫做日月定明佛吼。那日月都是真光明啊，日时有日时的光，暗时有暗时的光。哎呀，那是拢总暗去的时。有灯，灯会光。总共一句，这位日月定明佛是表达光明。光明就是希望，人人都有希望，有希望呢，
会当成佛啦。人人呢都本具佛性，所以这嘛是一个表达。开始文殊菩萨，他就因这尊佛的无量劫以前无法度算计，那就是表示咱人人啊，无始以来本具佛性啊，这尊佛呢十好具足。这十好具足，大家人上经的时啊，拢会念出了每一尊佛呢，必定爱具足这十好。十好啊，就是佛德行一项的表达。所以咱人人爱了解啊，佛德啊，唔是咱凡夫用口头上会当解释。嘛，唔是凡夫呢，咱的心境啊，会当体会。所以讲，人性是无法度体会佛法呢，必定咱爱相信。人人有信佛啦，唔才会声闻来听法，就是有信佛道的法啦。所以才会当用这个境界来体悟，当然有信佛所说，人人众生皆有佛性，所以也发大心行菩萨道。所以所讲的人性，不是无信佛，是无法度体会到佛呢，佫有另外一种，佫在大法。到底是什么大法啊？大家人，这个心境要进入这个大法，可能呢有一点嘛的困难，所以呢叫做难行之法。何况凡夫，何况呢一种无善根的人，更搁较难行啊！这段文呢是要甲大家人表达。唔通误会，讲哦，啊佛法是唔是无法度好相信？唔是吼，所以请大家人爱耐心、用心嘛，体会佛的心境。所以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嘛。